带一些进香。三拜，三拜，恭敬娘王，花莲花台，恭迎盛大千秋前，恭迎万家恭敬堂，太医植物千岁盛大，敬天植物千岁，太公万万，归家大吉，敬听吉地家庭花大，新加坡列车五制作公司进行领驾花台秀。恭迎植物千岁盛大归堂安坐，体现伫地主新加坡刘世尧、陈志伟、林国全、陈聪明、陈永权、陈春尧、刘文海、林志远、王万定、彭于威、陈德勇、林德江、何婉君、吴志律、倒开进、会同台湾音乐歌王方力友、台中先生领奖，陪伴休息之礼，恭迎盛驾，迎三献香礼，初献银香，拜，恭祝恭敬堂植物千岁进入花甲吉祥，再献银香，再拜，恭祝恭敬堂敬天植物千岁开工圆满。三献银香，三拜，恭迎圣驾回家恭敬堂安坐吉祥，请一秒。一秒圆满，支持阮。邀请刘世尧先生进香大吉。请各位进献礼品。新加坡立新娱乐制作公司董事长陈志伟先生将致赠一份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于蒙甲广进堂，也就是新加坡政府今年适逢开埠200年纪念出版的珍藏限量版200元念钞，精心编排制成的旺字，恭祝蒙甲广进堂优惠平行，恭嘎老少人缘兴旺。有请蒙甲广进堂执行长林思桥林执行长以及馆主李晨汉李馆主收礼。再次感谢来李晨，恭喜恭喜，谢谢陈董事长以及所有的来宾来参与这次的团拜，感谢新加坡立新娱乐制作来这么精彩的歌台秀在我们的蒙甲地区演出。好，再次掌声，谢谢，感谢我们立新娱乐制作，感谢啊，欢迎来自新加坡的朋友，谢谢。好，谢谢。请陈董事长跟我们的好朋友大哥，我们先回到云会，我们在一个30公里完成我们献匾正匾的仪式。献匾完换，同样恭敬堂植物千岁，迎三鞠躬礼，拱手为礼，欢贺太监，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内行，赢了，红了，红了，赢了，红了，红了，赢了，红了，红了。我们陈志伟董事长也是我们蒙甲广进堂
国际国外总顾问，现在他将率领我们的众安走向镜子背我们的狂拜地点。来，请大家让一下走道好吗？谢谢，让我们的新加坡金手团们，还有我们教官，还有我们的柳大哥，能够呢来走向我们的呢这个呢镜子背我们的狂拜地点。谢谢大家，谢谢。三百三。